这里好奇怪啊！事出反常，必为要，要小心了。嗯。哎，那边有个洞穴，走，去看看。 不太对劲，这里看似洞穴，但其内灵力充盈，布置错落有致，更像是一座宫殿。宫殿？该不会会有龙王住在这里面吧？你见过修成这样的龙宫？好像你见过一样。哎，至少我们先找到灵力增倍仪失效的原因嘛。反正，我觉得这里很古怪，要不。 我们去找伊泽和软妹妹吧。不用了吧，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发现呢，先四处看看。嗯。嚯！ 这边好像有一个通道哎！哎，文人，你在哪儿啊？ 文人，我叫了那么多声，你怎么不理我？哼，你怎么抛下我一个人啊？我怎么抛下你了？我到那边去看了看，发现有一个通道，叫你你也不理我。你这么担心人家？文人，你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我哪里怪啊？ 你说说看，你平常不会这么娇声娇气的，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那这样，你喜欢吗？挺喜欢的。这样呢？ 会不会更喜欢？那你亲我一下。啊？这样不好吧？嗯，我不管。你要是真的喜欢我，你就得亲我一下。真亲啊。
这个邓头浪子。文然，妖怪，你臭不要脸！我臭不要脸？我刚才以为那个妖怪是你，所以我才说你臭不要脸。啊？哼，小哥哥，你刚才还要跟奴家私定终身，怎么这会儿又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了？呸！谁说要跟你私定终身了？小哥哥还不承认呢，这可是奴奴修炼的秘法，只要真心亲吻我的男人，他就会心甘情愿留下来，成为这里的主人。文然，还好你来得及时啊，要不我差点着了这妖怪的道。别妖怪妖怪的叫嘛，奴家有名字的，叫玉莲。既然你想让他真心亲吻你，为何要扮成我的样子？这又不是奴奴能控制的，他心里住着谁，奴奴的七彩泡泡便让他看见谁。这叫什么真心啊？用这种下三滥的摄魂术把男人骗在身边，这有什么意义？无所谓，奴奴要的只是一个如意郎君，管你以前喜欢谁，反正最终都会被奴奴的花容月貌所折服。花容月貌，请问你，你从小长到大照没照过镜子呀？你竟敢质疑我的审美，瞧你自个儿什么眼光，居然喜欢一个男人像的凶婆娘。你你敢侮辱我的文人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虽然不会对女人动手，但对女妖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别跟他废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太好了，居然会说人话。你是什么鬼？鬼？我是龟，我是这海龟。海龟？啊，海鬼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是这海龟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为什么会被困在这儿啊？俺叫南霸水，被那老太婆冻在这儿了。俺是无辜的。什么老太婆啊？哎，就是那只可恶的蜃精。哎，怎么看，你也应该是只母的吧？废话，我当然是只母的。女的？有什么区别啊？哎呀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不是公的就行了。哎，这公的和母的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从极之渊，百里之内，如果是只公的，要不就是着了那老太婆的道，要不就是躲着走，反正不敢靠近半步。你是说这里就是从极之渊了？是啊。太好了。糟了，小叶子他们该不会碰上你说的那个老太婆了吧？你朋友到这儿了。啊，而且还是公的。啊，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，那一定是凶多吉少啊。啊，你说的那个老太婆在哪？带我去找她。我帮你讨回公道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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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我已经死了，死了死了，我的妈妈呀，我已经死了。喂，你现在才装死，会不会太晚了点儿？哎，你不要打扰我，我已经死了。咋了咋了？死了还能说话？啊，我也死了。太假了。死了。那你好歹告诉我，那个老太婆在哪儿？我自己去找总行了吧？出门往左，再往右，三号楼。那好吧，你自己保重，海龟，不要被那个老太婆抓住了，好好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我走了，再见，海龟。哎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是海龟，是只大海龟。再见，海鬼。